虽然公共云具有可配置性，但就定制化程度而言，与私有云和 on-premise 型部署相差甚远。我们可以通过 HANA Cloud Platform 提供扩展功能和集成功能。综合云模式综合了公共云和私有云的优势，可提供最广泛的应用程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。所以说，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定完善的集成战略和路线图。